準備好跟我學嘢未啊？雞年第一課，掌握先機是成功之道。LEGO 蝙蝠俠英雄傳優先場，記得去博飛。少爺，是時候要停止這種咁唔健康的行為了，就由培育你自己的仔開始了。我不是好聽得明你的外星話。Hello， 偷拍鏡頭。咩話？係蝙蝠洞啊！哇，好犀利啊，好有型啊，点解会咁嘅？唔准俾啲嘛，系蝙蝠潜艇啊！唔好睇，蝙蝠洗头艇。唔走走。哇，我系咪都可以着战斗衣噶？净系有个问题啫，条裤有少少窄喎。我知点做啦，我扯，舒服晒。我谂要用碌柚叶洗牙。啊，蝙蝠仔，唔系啩？定捉住你嘅死敌？你觉得你系我嘅死敌，仲有超人？超人都唔系奸角。咁即系正确嚟讲，到目前为止我系冇死敌，只不过系同呢条无聊友交手。冇事啊！各位，我哋要砌积木啦，可以救四成六嘅，揾够教位积木，成功啦！我好劲咧！搞错啊！做乜净系砌得一个座位啊？咁啊，因为我净系得一个啰柚。2月9日，蝙蝠侠英雄传，祝你福气逼人，迎宾接波。